换乖拉乖一起扁中毒而死 combo， 哇三 combo 漂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今天我们来玩将军对决，这次我们来用新角色。上次我们最后有解锁到这一只不计浪人，他可以推人。这次我不小心玩了一下，结果就过关了。他这个推人很强，可以撞人哦。那另外则是第三只暗影，他这个可以穿过前面敌人，其实跟浪客有点像，但是不会交换位置啦。那有一点点不一样之外呢，他的移动方式很特别，他是穿到底的，他会左滑到底或右滑到底，所以他的行动力非常强。他的基础技能是双刀跟钩子，跟浪客好像也差不多。这边开始攻击比较少，好，再来看一下哦，这边要穿过去吧。不太会后退，这边整先解决了，前面没什么招，要 combo 就比较难，但他有一些成就是要 combo， 像这样刚刚好，再来。OK， 这边最后一波搞定。他有一个成就是要在30分钟内通关，还蛮难的。如果要边讲话边快速过关的话，镜像，我先拿烟雾好了，这个至少还有点伤害，烟雾也很好用。换位置，像我们现在就是换位，然后就砍，赞。有时候来坑敌人也是蛮好用的。这边，我看看哦。我直接过去，先砍掉好了。好，回合数刚刚好像够我应该可以 combo 的。再来 ，OK， 多一点攻击伤害就蛮重要的了。那这个换位是换到最远的地方，所以这样子也可以。再来的话，我想先解决掉后面那只，好像伤害刚刚好。OK， 再来第五波。只是我们招式都用光了，不是很妙。哇，僵尸是不是来不及？来得及吗？哦，还好，还够。好，接下来就是，把你们换在一起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应该是换位勾过来，然后再砍。OK， 所以它钩子蛮需要的。那我们现在要移动过去砍就不容易。减少冷却烟雾，减一下好了。这种特殊功能型的冷却越短，觉得是越方便，比较安全。再来看一下哦，勾过来扁，先扁完。他要换位了吗？他是要冲过来砍我，这边我就直接换位，然后他就砍不到人了。他还有什么？你还有什么招？没招了，砍你跑，我们都可以直接跑到最底，真是很好用。又要撞人了。你又要撞哦，来，没关系，我等他换位砍啊！这个烟雾弹真是完全克制他呀！来，骗招骗招，拉过来扁，你要做什么？召唤？哇，没有攻击了。喂，不过这个血量是不是差不多了？我看看哦，我先，先这样，应该是解决掉了。没问题，那个敌人血量不会有一个数字在哦，所以有时候可能要自己估算了。减冷却一直减吗？烟雾弹一直减吗？也不错啊，烟雾弹很好用。再来，我会比较喜欢连击商店，因为这个连击之后会有一些补血啦，或者增加伤害的诅咒的，诅咒也不错。那先钱先赚掉，那我会把东西都卖掉。我们这样可以全都升级耶，好赚哦！烟雾再减冷却，这边先把烟雾弹再提升一点。有时候只强化一个，让它无冷却啦，伤害很高，是有特殊效果。其实意外的效果很好。来咯，继续咯，水帘洞，这边开始敌人血量要增加了。我们烟雾弹其实最多坑人的地方就是让他们去打自己人，像这样子，去吧。OK， 勾一下。接下来看来又是要坑人咯，坑你，好，这样啊，不行他这个转向马上戳，我好像要一次解决掉才好处理，好吧，这样的话去吧。好，我们 combo 会有诅咒，不过诅咒好像不会留到下一回合，我们招式全没了耶。
欸，那就很尴尬嘞。我还是要被撞，尴尬，好吧。啊，我直接冲快被扁，我在做什么呢？我按错招了。你闪一下，勾过来换位一起砍。呼，我们血量耗了好多，真的弄错东西了。双刀又有了，然后也有弓箭。弓箭我们之前玩过了，那我们再多一个双刀好了，补血补一下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之后血量应该是可以拉回来。多一把刀其实差很多，哦，尤其是之后如果把它加到三点伤害的话，这样子我们应该可以连杀吧。换位勾一下砍，好，接下来这个被诅咒了， nice 哦。接下来要打四点，我需要两把刀，不过让他们坑自己人。好，他们这个会往后退啊，来吧，我直接冲穿越。好，接下来一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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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得及，再来，哇，一滴一滴来得及。 OK， 这个已经被诅咒了，直接拉过来去吧，变，搞定。好的，我们血量会越来越好，加伤害加一冷却，这个其实没有到很好，有的是只加伤害但是不会加冷却的，但要花钱刷新，钱比较少，没关系，先升了。所以这边就是他 roguelike 有点运气的地方，有时候那个死罪很好，我们上次有遇到减二冷却的，不好遇到。看一下他怎么做，他要搓，我直接拉过来边好了，这个是打两个外的。好，你还有什么招？召唤了？哎，没什么招了我。哎，我直接这样子，换过来砍砍，然后跑哦。所以我要预留一点空间，让我有位置跑。嘿，嘿，别想跑。OK， 血量不多了。嘿，再来，拉过来。我们应该是解决掉了。OK， 速战速决，轻松的，轻松的。接下来减二冷却遇到了哦，这次我们来把烟雾弹冷却减到很低好了，这样试试看。OK， 再来，这边有减冷却商店，我们再去减好了。啊，有人有推荐我呢，就是用毒雾。烟雾弹加冰冻啦，或是其他的属性效果，这样也不错。那哇，这边大特价哎，敌人伤害增加，这个也很棒。等待的时候我会有一个额外冷却。我现在有钱吗？有钱吗？我们剩下钱好像差一块钱哎，有点可惜，想要两个都要。那我们现在烟雾弹的话，可以让敌人很容易造成彼此的伤害。加一，可是 on sale 哎，这个打折半价好像不买有点亏。好啦，冷却我们之后再弄吧，后面的关卡也许会遇到。来，我们可以一直的烟雾弹，烟雾弹。哦，对，这个弓箭手也很方便，这个先吹掉。好，吹掉烟雾弹。嘿，看一下哦，这样子。嘿，三 combo， 再来。接下来就要小心的，这里我们好像得慢慢打一下，先把弓箭手解决。好，再来换位置，冷却很短。接下来我们要有三回合，这样子，来砍拉再砍。OK， 好，这边被诅咒了，等你一下。哎，下一波来了。哇哦，我们先换到这边来，因为我们可以双刀，这样子比较好打。接下来砍你，被诅咒的你，他只要这一把就能解决，搞定。好，我们要尽量无伤了。这个我们再加另外一把双刀好了，加两把刀伤害都有三点，好，这样好一点。再来两把武器应该是蛮足够的。好。我有时候不想要反向的贴着它。哇哦，我看看哦，两把刀我先捏着好了。我们先穿越，然后这样子我就可以一次砍两边 ，nice。接下来这个被诅咒了，我只要等这个 ，nice， 一起解。再来，
换位砍，但是我要再等一把刀，这样子四把刀。我们现在道具有点多，消耗一下。换位，然后呢？哎，先卡你位置。换位要两把刀，伤害差一。再来，哎，我想想，我们还是需要刀，刀不够啊。给我刀，来卡你位置，我自己穿，搞定，无伤无伤，血量又补满，捡忍切有嘞，烟雾弹要把它捡到零吗？之后我们就要找类似冰冻啦，或是毒的，看有没有什么特殊效果状态。先来把弓箭手吹掉，好，会，接下来。OK， 接下来就把它也不用拉过来了，等一回合，这样子。哦，越来越多敌人了，不过没有远程的倒是还好，我直接先秀过来。秀过来之后呢，等待一下，我要需要拿到双刀。嘿，来，等你往前。OK， 再来。我来了，接下来弓箭手的处理掉，好，接下来我卡你位置，啊，这个好像是会往后退，那我先拉怪别你好了。好的，接下来我还是得有办法哦，我们等下一波好了，看一下撞哦，闪一下哦，这边我们要先换位。然后砍掉之后再勾一只，这样撞人 就解决。那再来的话，这个先处理掉。好，然后闪，再闪，拿刀，这个处理掉，再来，勾怪别人好了。OK， 哎，我们道具有点多哎，我要把什么用掉好呢？冷却的用掉，好。这样子我可以这样 combo nice 解决 OK 无伤。再来有什么，我们把烟雾弹再提升上去，它可以升级六次耶，我们只是把它加强加强再加强。来了 boss， 好，我们双刀打 boss 其实还不错，因为可以两只一起扁。我们看一下哦，双刀比较麻烦，我们得拼个招，好，拼个招，来，哎，拉过来，一起扁，伤害就是两倍，然后他就会戳自己人 ，OK， 再来，还有什么招呢？长枪，他这个好像是要撞我的样子哦，哎，我先闪，哎，我这样是不是没事？让他戳自己人，好，再来。哦，换他又要冲一次，我想想，应该是没事啊，没得冲。然后我们这个换位置好像不行哎，我们要用钩子才对。换一下，乖乖，来戳你兄弟吧，戳死你的兄哎、欸、啊！等一下，完蛋，我的那个人却还不够，差一回合，尴尬。那我挡一下盾好了，尴尬。啊！一起死吧！但是我有护盾，安全无事。接下来有什么呢？哦，也有暗影冲刺，这个也不错。然后反向冲击，用屁屁撞人。我想哪一个比较好呢？今天来一个反向冲击好了。它这个其实也可以刷新呢，可以拿到一些其他的中毒。哎呦，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毒物吗？感觉是可以试试看，加二冷却而已。这个中毒扣三回合。试试看吧，哇哦，这边毒物了耶！就看看有没有再减二冷却。那先卖血，卖，这边只要两块钱必买。接下来就是移动的话会有一点伤害，我就觉得是那个伤害还好，减冷却比较实在。来，我们继续庙门，来看一下毒物的效果怎么样。它这个毒完之后就是持续扣3D， 我好像也不用管太久哎。来试一下哦，我这边毒物。
砍他自己哦，很棒哎，很好用哎，砍，还一直扣血之外呢，屁屁撞一下，好，我看一下哦，我让他卡个位置，毒物，然后我想要砍掉后面那一只，这样子换位置砍砍，好，再来，哇，长枪好多、哦，哎，我需要毒物，毒物毒物，回合数应该够吧？有，没有问题。我看一下哦，这样子我应该没事。换位置，你们自己打来打去。哎，这边啊啊，按错地方，我应该往后退的，尴尬了。拉过来一点，补个血。好，再来毒物，我看看一下哦。毒物，然后先让他扣血好了。还可以 PP 撞一下，嘿，闪，我闪，这边我们就要闪，我闪，好，那钩子就不用了，一起砍，两把刀还是很有好处的。接下来毒物，毒物完我好像就没事做嘞，我就可以慢慢的处理后面的敌人了。但我想要先换他来戳他自己人。好，因为剩下的我需要这样子，我卡你位置，好，这样我就可以顺过去一起扁，哎，好用好用，很棒。虽然毒本身就非常好用，减一冷却，再减一好了，能减一就减一。这要达到五冷却还蛮困难的，不过它升级上限应该可以到八次，看一下之后有没有上限可以再提升，但应该也许不需要啦。好，这边看也是要骗招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手里剑的来吧，戳他 ，nice。我们现在就敌人伤害会加一嘛，他们打自己人会比较痛。OK， 好，有了这个我们可以骗招的，就非常的好用了。这里我们好像也要想办法骗个招呢，转向，好，骗招去吧，哎，但是我这边来得及一起解决吗？勾过来，然后烟雾可以 ，OK， 搞定。接下来有点多人呢、啊，先这样。好啊，等等，重点后面还有一只，我不想被他撞。这边我们必须换到那个忍者，所以我们要这么做，这样子我可以把后排先切掉，再屁股撞他一下，很好，搞定。再来更多的，嘿。我们用毒物，毒物这样我安全，毒一下，然后它毒物这样算起来其实是两点伤害耶，毒完下一回合马上再扣一次，所以很棒。那这边，嘿，闪，哇，真的是好用，中毒而死，而且也算在 combo 上面 ，nice， 很强哎，我们毒物真的好用，加一伤害。加一伤害加在我们的刀上吧，如果有一把刀可以加到五点伤害的话也会很方便。他这个三点五点这两个血量的敌人算是蛮多的，我先把弓箭手处理掉好了，回合数比较紧急点，然后呢来骗个招 ，nice， 接下来四点伤害 ，OK， 三点伤害的哦，我好想要先把左边的解决掉。看一下哦，再一回合，这样子我们有计算错误，应该是没有吧？换过来，拉过来，一起扁，中毒而死 ，combo， 哇，三 combo， 漂亮，这个真是很赞哦。我看一下，这个先打一个破口，嘿，闪招之后呢，闪，然后再砍 ，two combo， 再来解决。接下来我们先去处理那个弓箭手，来先行动 ，OK， 中毒中毒中毒，好像差点死，但好像还差一回合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毒就只有回合数不太够，这边一样 combo 砍，再来哇，怎么全部都连在一起？一样烟雾砍，然后闪一下，接下来我得先处理左边的。烟雾砍 ，OK， 好用啊！
屁屁撞一下，再来伤害应该是够。我们先来把这个处理掉之后呢，屁屁撞一下不够力，没关系，毒物我闪，好，这样就安全了。哇，可以闪招，真的是很好用。接下来的话，这样子，嘿，屁屁撞一下 ，nice， 尽量无伤了。捡一冷却又可以捡，我们还有什么要捡呢？刀的话，冷却有点需要再短一点，可是又想把它伤害加到四点，不然我们就是屁屁或是钩子好了，钩子冷却少一点。BOSS 关，雕像啊，这个雕像不会动。哎，雕像我好像没办法用毒物哎，因为它是会位移的。先砍完好了。好，哦，它这个是要戳人的，没关系，我是可以跟你的生物们换位置。那我这边要逃离，嘿，闪 ，OK， 它会戳到自己人，嘿，我就安全。但我感觉我是要面向左边比较方便哦，随时跟他的伙伴们换位置，这样，哇，他这都是攻击在第二格的，所以其实我踢了他就安全了啦。不过呢，你先中毒而死，然后这个等一下再说。好，都是打第二格，没事，七点七点一直打。哦，这边就麻烦了，他用钩子了，我得换人了。那我好像只能等他欸，有什么办法吗？我只能一直等你，一直等，等到天荒地老，我不想被他勾到。这样子，还有多少血？差不多了啦，硬 A 也是可以 A 到死了吧？啊，我先不要往后撞哦，换位置跑 ，Nice， 又让他自己打死自己人了。接下来有什么好东西吗？这里快速闪招不会消耗战斗回合，那这个是波，可以改变敌人方向，这个其实很实在耶，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让敌人打自己，这个可能更好用一点。好的，商店商店，我们再把等级上限再提升，烟雾之后冷却再减一个好不好？这个只要10块钱，其实便宜的。出发，我们这个钱留着，后面还是很多地方用到钱的。再来温泉城，好的，这边有点多人了，看一下哦。这样子，哇，他右边会给到盾，我好像有点来不及阻止他，不过没关系，这个先处理掉。然后呢，屁屁撞一下，哇，他那个诅咒不会消失耶，还好。哎，刚好一个 combo， 但是呢，换位置。啊哈，这个刚好毒到死，所以毒物伤害总量算是四点。接下来的话，砍完毒物，然后呢就先没事。好 ，combo， 再来。哇，他这个我们用钩子就解决掉了。好，没关系。接下来屁股毒物，然后先这样。OK。慢慢中毒吧，哦，又可以毒物了，一直毒一直毒，是不是有点狠？我们去毒另外一只。那毒完之后呢？哇，可以屁屁撞他一下，这样是不是刚好会死掉呢？他就毒三回合吗？我就直接跑，好，自己死掉了，好强哦！来吧，来吧，没关系，让他补个盔甲，我先收个刀，这样子。好，一样拉过来扁，没问题，哇，轻松了。再来有什么无消耗？我想刷新欸，这个加三太贵了，加一哇，要再刷新吗？好贵哦。没关系，我们加在这个上面。接下来这里空间超级窄啊，这边是敌人会很多，但是位置就是很小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刀我可能要等他们一起解决耶。看一下哦，一起解决会比较好，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。嘿 ，OK combo， 再来。哎，这边先砍完，然后反正我们有毒物，没事的。我们只要确保我这边有位置可以跟他换到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就这样喽，
换位撞勾砍，好漂亮。接下来我们还有这个波可以拉攻击反方向的，这个也超强的。嘿，我看看哦，我们一起来好了，这样子。好，再来四点伤害，砍，再来，哎，这边我们会可以哦，我看一下现在要怎么做，我们先砍完再换位，这样忍者反向转过来，我好像还是会受伤，不过他刚好中毒加上诅咒，伤害是够的。前面多一只，没关系，我们先处理掉。换位，go过来砍，还有直接砍咯，毒物咯，这样咯 ，nice， 哇，好强哦，快速位移，真的哦，捡恶人雀，怎么在这时候遇到？这样给毒物的话，好像有点小浪费，不然我就加在刀上吗？那这个最后就是四点伤害，这个减一下好了。这样，哇，这个捡冷却真的是很难遇到。好的，温泉城，哇，如果我们之后刀可以升级到五点伤害，就更加方便。不过呢，四点很棒了。好，我看一下哦，我们可以换位勾，然后我还想要 combo 一下，换位勾过来，撞。好，我们要配合他那个诅咒效果。那他已经死了。OK， 接下来我们直接冲过去，这样子顺便勾一下他好了。好，所以我会这样勾完转向，哇，一个三 combo， 漂亮的。嘿，他会有盾哦，这样我好像打不死他耶。没关系，我有 PP 撞掉他的盾。好。接下来后面的得先处理掉，不过呢，我们先过来，好，这样子，这样子换位砍，完美，再来两个长枪兵呢，看看我可能要先处理掉一只吧，然后嘿骗个招，来你们自己打钩子，然后再来换位置，让他们自己打好像也不错。你们先打完吧，这样我就更好处理了。我直接烟雾砍，再来还有什么呢？哇，两个弓箭手哎，两个弓箭手就麻烦了。所以这边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凑回合。我让他转向，哎，你就加不到盾。然后我这样想办法解决到后面两个弓箭手。我们需要换位置，然后砍，然后再勾过来，这样子应该是。OK， 乖 ，Nice， 刚好有诅咒。不过没有诅咒的话，我可以绕到他背后，这样安全。接下来都是长枪兵，好，这个卡他位置。好的，接下来我看一下怎么做比较好哦。烟雾拉过来砍一个人，就砰下 ，OK。然后右边的已经死了，完全不用管他，太好用了。还有什么加伤害？我要再刷一个，哦，直接加一伤害。我想让这个刀直接变五点，或是毒物，毒物也可以伤害变多。不过毒的伤害已经够了，它也不是加中毒伤害，那就还好。我们让刀变五点伤害吧，这样连大只也可以一刀解决了。BOSS 星河，这个是会召唤很多小喽啰的，看一下哦，拉过来扁好了。来吧，这边有十点伤害，扁 ，OK。那反正他这个是盾，我可以换个位置，然后呢，后面再处理一下，把那个挡不掉吧。然后毒哦，毒也会把他那个打掉哎。来，他跑掉了，我们先处理。好，又召唤没问题。这个先处理掉哦，他也要换位置是不是？那我先跟你换 ，OK， 他这样应该，哎，他这样子还可以换哦，他这样子，喂，哇，好像还是可以跟我换哎，你跟我换，我再跟你换，我再跟你换，
一直换，一直换。来，他要跑了，不过拉回来，变解决，被他撞到一下，烟雾弹的伤害还好啦。献祭行动40块，我们钱已经够多了。刷新，又是捡二冷却。哇，我们现在5冷却的勾吗？还是冲击呢？还是波呢？这个改变点的攻击其实也很强，直接让他换方向。不过他升级次数就比较少，所以捡二冷却对他来说很赚。OK， 这个也是很强力的。接下来呢，咒术升级耶。不过这边的咒术好像就只有毒跟冰，好像没有燃烧伤害哈。冲击波啊，还有一个冲击波。冲击波的话可以试试看。击中敌人的时候，他周围还有敌人的话，会多撞一下，就是伤害会有点扩散啦。可以试试看，反正我们钱是蛮多的，人却加一，这样我们屁股撞呢就有一个冲击波在了。哦，颜色都变金色的嘞，有点帅。接下来的话，连杀补血这个很赚啊，连杀赚钱这个也很赚，这两个都好，反正我们钱真的是好多、哦，花一点血再买。哦，这个连杀重置这个也很赚，买。然后大口袋应该是不用了，好，这边再买，买买买卖卖卖，然后补个哎不用，我们等一下补血呢，靠我们的连杀，这边要靠技巧喽，这样子应该够，我们前进吧。哇，有钱的好处，接下来我们只会越来越多钱。哟，这边又是角原要塞来了，我们信长其实是在这一关的另外一个地方，它这边有一个分支啦，基本来是看冲击波好了。来看一下、哦、他这边会撞人，然后冲过来砍。来，换一只撞。OK， 冲击波有多一点伤害，还不错。会，不过那个如果在一些可以穿越的攻击就更好了，就是那种可以一次打很多人的攻击，就一连串的冲击波，叭叭叭叭叭。这样子看 combo 死掉，一个帅气的三 combo， 可惜都没人看到。这样子，来，好，一人一刀，受死吧。我们可以直接拉过来，然后砍，然后呢，顺便换个位置，拉过来砍，换位，这个也差不多，你已经死了。接下来的话，换位，然后你已经死了。OK， 闪一下，这个嘛，我冷却比较少一点，我们刀先留着，好。接下来5点伤害，哇！我先处理掉左边这只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砍一下，再来，哎，直接砍。好，嘿，骗个招，骗个招，然后换位，再来，闪一下，砍。哇，好多人，这样子够吗？好像够哦。我想想，我要先换位置，然后我们会勾一个换一个，再用 PP 撞，没问题。三 combo， 这样解决。我补血了，我们要三连杀才有补血。来，所以我要三连杀其实不容易耶，敌人刚好要在一起。会，不下。接下来2连杀是比较轻松，要到3个就没这么方便。再来这边什么捡冷却啊？我们这个可以5冷却嘞，但有需要到5冷却，1冷却其实差不多哎，觉得好像不用到归零，对不对？不过还是试一下0冷却到底效果好不好？好了，来吧，我们可以一直换，一直换，一直换。这个也是狡诈秀吉，我可以跟他一直换位。会，好，他要往后冲哎，冲镜像，不过没关系，好。他这个会转向，所以他这个往后，等一下哦，往后跑，跑到对面搓，所以他会跑到右边，那好像没差。好，我们戳不到人，我们只要知道他那个招式是会换到哪边就可以了。召唤好多人哦，我先解决，然后换位，他这样会再跟我换吗？对，好，然后他就死掉了，没问题。现在你已经是瓮中之鳖了。来吧，让你中毒个。他这个也是换到对面嘛，好像跟我没关系。哎，不过我那个毒物好像没打到。去吧，你就走吧。好，他这个好像是往前冲。
哦，丢炸弹是不是？炸弹哎、欸，我看看，他这个是冲到底吧？来换位，你冲到底啊！我还屁屁撞了一下，还会回头哦。嘿，这个是换到中间吗？我先让你读物一下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这样子我会被扁吗？好像会，我要先闪。OK， 这样我就不会被打到了。来吧，砍砍，血好多、哦，哇，一大堆。嗯，我们刀还在冷却，还在冷却。哎、欸，屁屁撞一下，会。OK， 哟，冲击波的效果，然后长枪，我在闪。OK， 戳你自己人。哇，他刚好换到这边来了，他这个位移范围真的是好大。不过呢，最后一刀了啦，解决掉吧。呼，这只很容易受到伤哎、欸，他那个位移招加上有些小怪会卡住，比较麻烦一点。来，等级上限又可以再提升吗？我们毒物，我让它变成最强毒物吗？提升八格，哇，真的是好强哦。那这边大口袋比较便宜，买一下。那我现在可以自己回血，应该还好。不过呢，这边已经差不多最后了，回血还是留个几罐。好，这样子，反正我们口袋很大，走咯。看一下，我们还有没有办法再升级我们的毒物。最后一关，幕府城堡。哇，好多人哦。我们先，我没有办法三 combo 啊，好像不行呢。哦呦。哎呦，这个嘛，好像没有无伤方法哎，这边一定会被其中一个打，或是我即使穿过去之后也会被后面的打，哇，尴尬，只能先吃一剑了。嗯，先把这边处理掉，然后后面的等等再说。我看看哦，嘿，来，这样子的话中毒而死，还是三 combo， 再来的话，嘿。这样子，哎、欸，我好像可以先解决这边。OK， 换位中毒，我们可能要配合毒的伤害，看没有办法一起解决。换位，我这边要戳了，这边有三 combo 呢，换，你们戳来戳去，有，他们自己戳来戳去，有一个三 combo 在，嘿，这里的话换位先，哦，这边会有好多人哦，我先换位置。然后再一次换位，再拿出我的刀哦。无冷却的好处在这边，哎，可是右边来撞嘞，我好像还是被撞，可恶，还是差一回合，还是会被撞到。那这边我们的屁股这样的冲击波有没有冲击波范围型？接下来，好，我先换位，好，安全，这个就还好。哎呀，有没有办法？三连杀呢，好像可以哦。让我们再补一滴血，这样子拉过来换哟，再补一滴，很好。接下来我们再等一波哦。三连杀好像差一回合，不过没关系，至少我应该是安全的。弓箭手处理掉，然后再来，哇，好多人哦。我们要来这样子，哇，来不及。不过呢，先闪。你们这样有办法哦？这样有三杀吗？猜字的样子，这边一样，先处理弓箭手，换砍戳，先换再说。好，这样我就比较大的空间可以闪，我再闪回来。OK， 最后了，解决。好，不错哦，我们要进入最后一关。我钱还好多、哦，又是中毒，我可能可以一直刷到我想要的减二冷却吧。现在，哎，不过我剩下毒物了耶。我是想把毒物升到最满，所以有没有就只有减冷却吗？有没有加伤害？我这个钱狂花钱，就是献祭，好可惜哦。本想说把毒物升到满的，好啦 ，OK， 我们直接前进来打最后的将军对决咯。中毒，看看有什么招？他要两边砍，那我不行哎。看一下哦，这边先砍完。砍完换位置，再砍，来吧，顺便闪招 ，nice， 好，还有什么？换位置，好，毒物一直捏着，
哎呦，双刀的就不行了。然后你要去哪里？给盾了。哦，他要冲刺哎。那没关系，一样换位置砍。哇，毒物超强，去哪都可以换。哎，我换位置，这样屁屁撞你一个嘲讽。好，他这个要跑了。接下来，哎呦，好多人。不过呢，没问题，我一样砍完换位置，然后你再自己去撞人。我要屁屁嘲讽他吗？屁屁解决，屁屁撞死他了。再来第二阶段，我们上一次还不知道他有第二阶段，现在我们懂了。哦，等一下，第一招好像都会用同样的招式，跑到中间发雷射，我这个要直接跑。嘿，跑，跑，哎，没事，好，接下来这个换位置还是要扣着比较好，先躲他一下，他要跑到中间了，让我卡他中间会怎么样？我他这个第一招其实是移动到中间，哦，还是可以耶，哇，他是还是跟我换位置，我也会卡住他，不让他换，嗯，他要跑了，先砍。他是想要屁屁撞完之后呢，再移动，那他会跑到另外一边呢。我用屁屁撞他，撞一下。好，他是为了丢手里剑啊，不过没关系啦，我这边直接砍好了。然后他要跑到中间，那先砍完。好，其实快解决了耶，烟雾弹受死，解决喽，全破。没错，我们现在打起来很方便啦。右边有连击，哦，有一些挑战成就，这个限时1000回合内，然后还有什么70以上的连杀，哇，还有终极成就哎。不过他这个就只是成就，好像也不会有比较好的奖励。好，我们这边获胜之后获得很多的骨头，过关。然后他过关之后，他后续就会解锁第二天、第三天，然后有一些更加多的难度挑战型的。第二天的话，药剂跟道具掉入都会降低哦，所以这就比较困难。那这边行动我们还剩下四个没有买，我们可以把它全部解锁。这边有一个耐心之刃，我有点好奇这是什么，没有看过。然后这个是换到中间的，哇，种子岛这个是火枪哎，它后面都是远程武器哎，火枪跟这个，可是施工伤害。感觉比较实在，他冷却比较快。不过呢，火枪还是比较帅，之后再把它全部解锁吧。OK， 我们过一关大概至少可以赚得30个骨头，应该是没问题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先玩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如果大家喜欢这系列呢，别忘了按个喜欢支持一下啦。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